好，遭受到八国联军摧毁的圆明园，现在透过最新的 4K Full HD 的超高画质的解析电视，重现当年的风华年代。在台北国父纪念馆展出的圆明园特展，不只有珍藏的艺术品，还有德国摄影家呢奥尔默在1873年拍摄的玻璃底片。现在在国内的电视机业者则是结合上海世博台湾馆的动画公司，把这一些展品呈现在超高解析度的电视里头，透过了这些视觉科技，让大家都可以身临其境。